进前拢总有效啊。好啊，我能接受啊，我想要搞下来。好，阿弟啊，这个时阵，我是啊，人家吼，今年马仔，如果因介意的时阵哦，而且刚才连线，想讲。
吼，红晒就是属于啥物？嘿，像咱看到红字啊，你跩个代表叫做红字，知道吗？好，会使有咱真正秀外贵东，归人安真正贵了，叫做红字，知道吗？嘿，大家都说嘿，那高科技的各种，咱都是贵大师的，知道吗？伊所谓的地名，啊，为什么讲像咱跩个代表一个寿字，我跟他排水算错，安尼嘛吓死人，你看错，为什么讲呢？印象个代表就是家贵。Yeah.
老师跟我们的校长。那校长的话，我相信我们可能回首在过往，我们胡光汉老师校长的带领之下，其实应该怎么来讲呢？那个就是一棒接一棒，在教育这个领域里面来讲的话，像我们斗南国小这种算是大学校中心小学，那过往来讲的话，都会打定非常非常重视但一代教育，所以呢家长会跟学校那掌握者比较高位，就是我们的校长。那在历任校长还有我们胡光汉校长的带领之下，就是斗南国小的教育的这种光芒的话，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那像我们今天很多东西来斗南国小的算是校友，所以在各个领域里面来讲的话，应该是都即将起好人才辈出。冒昧问一下沈校长，沈镇长，那都是斗南国小毕业的？不是哦，还是哦，你家这位会长。那我在想，我们中间的里长应该是吧？哇，是，所以你这说来的话，真的是人才哈，不摸心。那我想，教育就像刚刚提到的，它是一棒接一棒。那就叫校长，我相信他过往服务的绩效，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我自己哈，从一路走来，我看到我们的就叫校长的话，笑脸，但是呢，他的冲劲，还有他的创意，还有整个的执行力的话，真的都是看得见的。这是咱个音乐好奇哈，所以今天特别代表我们县长过来这边，哇，觉得好亲切。那第二个部分的话，也觉得很欢喜，因为我觉得那边不忙，其实都是在我们下一代。那校长给我们那个好治理的非常好，带领的非常好，所以让我们自己，我们家长都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一棒接一棒，每一棒都是强棒。祝福大家，也感谢大家，谢谢。当然也是我们龙校长责任的开始，相信呢
王校长也会秉持着对教育的热忱，一定能够提升我们斗南国小的提升力。那也相信有在座这么多的贵宾乡亲对学校长期以来的支持与协助，在共同努力携手之下，各项的成绩呢也都会有很杰出的亮丽杰出的成果表现。在这里呢，代表议员向在座所有的好朋友呢，感谢你们长期以来对学校的付出，那也要谢谢你们对于我校长就任，这个感恩大会，咱当然能够薪火相传。相信咱王校长，伊是一位真优秀的这个教育的领航员。啊，当然我相信贵宾，咱王校长伊对着这个教育的这个付出，甲贡献以外，我相信对着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推动，甲守护，也真是。是值得咱大家肯定、甲敬佩以外，啊，我相信咱同个国家有咱所有历代即个校长所奠定之下的这个基础，未来咱王校长伊嘛绝对会当秉持着勇于认识、热于成长的这个精神，来甲咱同个国家的校务能够带上另外一个高峰。啊，最后伊就平安伊的这个。茶会也大同的情况，阿兰朵朵兰国小的效率能够更加的上来。谢谢。
来吼，啊，希望会使搁好啊，吼，为咱大学校真好个传统，加遮优秀个师资吼，啊，搁来再创一个高峰吼，啊，遮嘛做起来吼，大家慢慢成功，大家加油比武，是的，是的，谢谢，感谢咱个见面吼，台湾高峰指导外方校长方面校长好久来，哎，你们包括在座这些吼，我们也真的要陈校长马师爷好久来了。我好好把这些方面写下来，为什么能做眼睛做音乐的哈？非常的，你看文学造诣非常棒。
唯一的你会有天空啊，所以也就是我来学习啊，今天呢我借由校长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回到我的母校啊，这是过去我的遗憾，我是在这里毕业啊，我的女儿是现场讲毕业，我记得我好像是校长讲毕业啊，所以说我非常谢谢啊，在座的这位老师校长啊，那今天呢因为底下还有非常多会议要主持，我也简短的啊在这里讲几句话，那也必须呢王校长在未来的啊这几年当中啊把我们国小呢啊带得更棒更好啊，那谢谢校长啊，恭喜校长啊，也预祝各位贵宾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Thank you.
咱家嘛有七个兵，啊，甲这个伊人，所以说，我们光是一个小小的企业哈，我想说，我有一个心愿的，讲咱云林县一般的人的这个观念，好像咱是个外乡，咱是平平的乡村，哦，但是我从我就说，我不当我是一个大企业啊，哈，我是一个小企业，因为都已经长大了，我想要来回馈咱的乡村，过来是。Thank you.
简单啦吼，啊，对着学校，等于讲我在20年的毕业的啊，等于。当代老师，当代老师，你就等于讲工业，你就加强，你会不会是这样？哦，你啊，你来做老师，去当人家调调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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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辛苦担当，以这个老资料来做主任，也发生咱咱老人国小来做主任，啊，伊当时我已经很疲劳，要为了提高文国小，哦，啊，这样以前教育做这个事，国小做做好滴。Oh, yeah.
是需要什么哈。98年他考上主任，还一份便当锅给支付的，所以我邀请他来电钢来协助我推动校务的工作。他今天要一个更来高老高秀荣誉，他这边是他的母校哦，住的地方啊，啊，所以一定要怎么样调回来。啊，虽然我带伊同时一当的啊，但是这一当来啊，伊对学校的各项啊工作非常的尽心尽力啊，也创新了很多的活动，像是啊元宵的灯谜活动啊，还有娱乐国教室的一个启用啊，还有这个。联欢晚会啊，安哥台湾创办的十分赞许啊，王校长在那里的表现。
那我相信黄校长在这么多资源支持之下，在过去办学经验之下来到我们国家，要恭喜他。但是要提醒他，我来国家是一手文化底蕴深厚的形象，在武力教育都有杰出表现，这种学校不好带，不好带。新就任的黄
黄军校校长，过去曾经担任我们斗南国小的教职以及主任，那认真负责，勇于担当的这个行事风格，一直获得大家的赞赏，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自校的一个人才。那我们家长会非常非常欢迎你，也非常非常开心有你再来带领我们斗南国小继续前进，也期许在王校长的带领之下，在校务、学务以及各方面都能够有长足的进步，来加惠我们所有斗南国小的学子们。当然，在王校长努力的同时，我们家长会一定会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给你最有力的支持。最后，我要感恩胡校长，欢迎王校长，还有谢谢各位在座的长官来宾莅临斗南国小为我们指导，谢谢。但是尽孝，我知影长期以来，为伊搭各校，你做
老师的学生，就是一位很优秀的老师的了哦。我想接校长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哈啊。那最主要，我觉得今天哈，就像刚刚会长所讲的了哈，今天到了民意代表，我想嘛要替咱到了表彰军了哈。感恩吴校长，说一句谢谢你，辛苦你，大家拍手啊！38年来，吴校长真的为斗南国小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在资讯教育这一块啊，刘老师没有，要不然刘老师也要称赞一下啊，刘洪龙老师哈，其实把我们斗南国小的这个资讯教育哦，做成全国示范性的一个学校啊，这个真的不简单，在引领这个乡下地方哦。那因为吴校长、刘洪老师，我记得，我永远都记得，这一开始就是这个校长、这个老师这样子来推动的。然后现在也因为他们的推动，就麦当劳用幺零五零零管进入前线的哈，也这个白鱼政策也是由吴校长跟刘洪龙帮我写的，我要点力量，我要点赞哈，我来关关关关也要拜托一下，因为上来我们就告诉转关为实施这个资讯教育前线哈的那个哈，所以哈还是要感谢吴校长哈。在教育这一块，真的啊，我相信你也会奉献出你的心意，那大家也都是有共鸣的啊。今天让吴校长离开，依依不舍的心情啊，那以这为感谢你啊，在对我们的学子的这个加倍啊，行动加倍的加倍我们的毕业学子，那在这里然后也勉励王校长哈，真的，因为吴校长做得那么好，你莫想落去啦哈，哦，一点爱不来对我们聊了哈，我当然国校啊，那在所有家长哦，啊家长回家啊，对你对当然国校的期待，过来谈谈你的气啊，啊而且还会开放爱感谢你，咱当然国校在志工啦哈，跟第一来家长回家志工啦哈，爱心妈妈哈，对我们。历历在心啊，也滴在心头啊，哈，在这里谢谢你们。那祝王校长啊来这里能包围他的长才，然后也祝校务啊蓬勃发展啊，祝在座所有与会的嘉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刚才有两位朋友，原来就是这个老师、这个校长、这个艺人是叫资深教育，他特别他就不能接受。
张卡要有啊，都同他拜师过，拜师过后，伊主办啊，神脉学校在那个我们的啊建湖山2000多位小朋友在那边，所以讲、哦、我告诉你啊，说我听你讲、哦，可以说非常安心哦，绝对是没有问题哦，其实他都来讲你够了哦，北北基的一定有问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哈、哦，借各位的掌声哈、哦、来欢迎哈、哦，让自己哈可以在我们国小做具备具历史地位的重量级校长，不光看校长。教育界帮我换了朵兰的志工，还有我看到我们一些退休的老师啊，还有各地的长官，大家好。从8月到现在，我回来第二次了、啊，不是8月1号到现在回来第二次以前了。那每次来好像有点近乡情怯，因为我在这个学校服务了18年半。8年，那我刚才跟老师说，我现在在这边上班是一个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生活中每天早上起床的部分，该要上班啊，一路往东，现在是一路往西啊，方向不太一样啊，那所以有一点近乡情怯的感觉啊。那这个学校因为。我参与过100年的校庆，也参与过办理过115周年校庆，也整理过学校的校史，所以我对这个学校校史是应该是比较很清楚的。我们王校长创下了2项的记录，第一个他在这边当过老师，当过主任，当过现在要当校长，所以老师、主任、校长3个职位都当过了，这个记录没有人破。这个是超越我，我觉得班主任跟班校长，我觉得
加八年应该要破18.5年，这个估计应该是不太可能。那真的要恭喜俊校校长，跟恭喜我们广南国小啊，有这么棒的一个人才哦。他教育本就是一棒接一棒，那我个人一百年有机会到广南国小来服务，特别要谢谢我们蔡议员的支持，还有沈镇长也当过我们两个会长，历届的会长的一个帮忙哈，到广南国小来服务，当初也没有想说会做完两年的任期啊，现在我也创下一个纪录，我应该是广南校史上唯一做完八年的校长。所以一直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今年我们俊校刚才说过了，其实我们的渊源非常的深啊，从啊我在联美当校长的时候，他在教育处服务，那想陶主任他说在教育处很忙，比较没有时间读书，是不是可以回到学校来？那我就跟他说好，那你来我们联美，所以他就到我们联美来服务当老师。那非常也很努力的考上了主任，啊，主任到正中国小，还有不要懂国小，当然没有机会回到懂国小当校长。所以我们这么多次啊，同事的一个缘分哦，这个缘分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那从相处当中，其实我也跟他学习到非常的多哦，因为俊校校长哦，在啊学识跟能力上。不只是我们教育这方面的专长，哎呀，还有很多方面的一个专长，都是我们不是我们普通教育人士，其实真是非常稀有人才，跟家里教长都是一样，都是我们教育界非常宝贵的资产，稀有的人才。那能够到再回到我们广南国小来，真的是啊，非常高兴，真的知道江山。那天在演出上，其实说江山代表台南出啊。是最高兴的一件事情，那我相信我们俊校校长也会带领着我们广南国小往更好的一个啊目标来前进啊。那我在这边给你有说，其实你看我们公募站那四个字哦，不是现在都是那四个字啊，那四个热气球已经挂了八年了，最近有换新，但是之前跑过来的时候，那四个字叫梦想起飞啊。那飞了很多年，我觉得应该飞起来了哈，所以后来我就把它改做梦想飞扬哈。那梦想飞扬也飞了好几年，我想说我们已经飞起来，应该在未来领航。好，那也以这个四个字来勉励我们俊校校长带领的广南国小向一个未来领航的一个学校来前进。我相信，俊校一定做得到。刚才我们很多的一个。长官的一个勉励啊，他在能力在各方面的资源都非常的一个丰沛，而且他又有心，有心有愿，一定会把学校做得更好。祝福俊校校长，也祝福广南国小，也谢谢大家的谢谢。谢谢我们舅妈，辛苦在我们心目中永远都是我们校长典范的不忘不忘。我想还不如。你应该也做了云林县校长的记录的时候，把对马挺好，这把主角可能把他一年了。你说呢？哦，我想会把你摆桌边啊，一起在一起。这记录可能哇，大家要破一个，不是吗？哦，所以我们要是用那个头衔来呼叫，感谢加鼓励一下啊。这个其实他一年都有发一滴哦，顶级一二担任救火队的工作流呢，哦，真的让一个学校能够这样的翻转，挺好，100多年。让我们广南国小再展风华，再现。
他真的很影响好的时候，他是一个可以把示范做成典范，把口号做成口碑，把感谢变成感动的一位校长。希望这一辈子在教育生涯上我努力学习的一个对象。刚才部长很激动的感慨，他说做一碗嘛，面对我一定爱喝喝啊，平安的这个吴光汉校长啊，你这个地方不容易啊，那那个吴校长啊，来给他捧场我外头得干完了啊，传话说这个地方，谢谢我们的吴校长是一个非常优质校长荣耀马光国小，恭喜吴校长，也恭喜马光国小。那今天有所欢喜小弟会让有这个机会，能够到咱国小担任校长的这个职务了陈主任的话，方鲁社长讲伊是将这个人嘛是将了解的对来讲嘛是另外一开关，他是一个开始。首先非常感谢咱所有在听我贵宾咱在请讲座朋友也是我女婿贝贝姐上这些盆栽啦纪念品还有艺品来搞这个今天讲小弟是一流亲戚的给我们大家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小弟的陪伴对小弟的关心感谢大家那今天来到这来到这这个诚惶诚恐为这个这个很多人想讲的增加来到这个起来都会型的学校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领导方式的一个不一样不离不包括细心给你不然姐姐在有经验的财务考虑你跟他们谈家跟姐姐我们教育界的伙伴一定来到这个家庭会来到社会人数跟咱这明天大家对很好的支持，相信咱的老公也一定会咱持续的稳健的向前走了人家大家来跨过境的我想除了感谢咱所有在前面只有在一份收收两个贵宾以外我嘛要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我这个情况虽然未设定来个话题，但是我都肯定不行真学习的。我特别讲这位老师，这位助理今天比较当人好听我首先我等来我刚刚我外有些公平，我好好的同事在公平他都是谁每一个都认识，每一个都很亲切，每一个都跟以前一样，对我嘘寒问暖，对我是那么的关心，让我倍感的窝心给大家请好，我刚刚做混乱的地方所以我请请谢谢大家，我想各位的老师感谢各位，感谢Thank you.
常少啊，哎，而且后场的路上，哎，也感激到非常的多。来，我们大南国小的我们团队，我相信我们所有团队的一个优质、多元以及所有的展示的部分，未必来继续欢迎而已。我们大南国小未来更加好，更加优质。再次欢迎大家，来，平安兄来这边请，谢谢，来记者来，谢谢。来，今天也特别吼，来，今天也特别吼，我感谢吼，来大家的好朋友吼，望长兄。
腮部不懂那个关系了哈。好的，非常的棒，我们也跟向吴校长报告，我相信比赛在大国秀绝对在您的领导的风范之下，让我们总能够想能够逐波 pass 一波一波比赛后。但是刚才来说来时间被搞，那的海哥刚才的林兄被多来精彩这波的演奏，我先欢迎。校长，那你就先忙。